面带笑容结恩怨，不是欢喜做不愿。像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咱所提供的节目。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到播出。拜六礼拜安尼过啊吼，今日就礼拜一啊吼。日子同款过，但是呢吼，今嘛即届这寒流呢吼，讲到拜三。啊，就衫甲穿较少咧，然后啊，卖结肥，安尼都无代志吼。过来就是讲，较照政府的政令，甲咱讲的，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啦，勤洗手啦吼。咱呐，为保护咱家己嘛，保护别人。哦，先要讲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。少一个人感染啊，就少一份危险嘛吼。啊，咱讲吼，身躯穿好少，看下食补啦，这是一定的啦吼。就这样呢，感恩咱的道亲啦吼，对慈天毕生公的爱护、甲支持啦吼，真的非常感恩。祝大家平安，祝大家当吉祥啦吼。啊，做头路的人，即马年底就较无闲啦吼。哎，啊嘛是同款啦吼，开车爱注意哦。大家平安上盖好啦吼。来，咱来听妈祖献歌。嗯，这个呢吼，蔡大弟吼，这个外婆吼，阿公阿嬷上爱听吼，伊叫咱送予咱所有空中大家好朋友。无论你是听现场的，也是听大鱼传播，吼，也是讲洪正文师兄，也是咱甲咱分享的兄弟姊妹吼，啊，大家都咱讲惜着一份恩分啦吼，咱来收听一段妈祖献歌。做牛牛，天上神鸟，马做牛牛，叫叫变成救世人，为求众生出苦顶，浪中来去好戏。先接金庸献威灵，讲起来讲是好的代表啦吼，咱那是吼拜妈祖吼，啊，咱伫妈祖殿，啊，咱就去看到啥，就去看到咱的妈祖婆啦吼，啊，后壁面的幸福殿啦吼，幸福都是老爸老母吼，因为有老爸老母，今仔日呢，咱才有啥，咱才有咱嘛吼，所以有这个幸福殿。
圣父殿呢吼，咱看到咱嘛感动啊吼，因为伊有一个吼，咱讲这么牛的查某囝吼，咱讲千几年啊吼，上吊甲今啊，吼，咱有去过咱的贤良港，吼，咱有去拜过咱妈祖婆，然后咱有去伊的厝内底吼，甲行行看看咧，真的会很感动。伊个绣房啦、绣楼啦，吼，以前咧堆窑啊啦，吼，啊，以前咧创啥，大行拢甲留咧，性质拢甲留咧。虽然有经过整修，但是嘛是千几年的历史啊，吼。做咱去妈祖庙，咱看到咱的妈祖娘娘后边圣父圣庙殿，就是老爸老母。你若讲一住得多，久坐朝圣啦，吼，包括印老爸老母，搁印着兄弟姊妹。所以咱讲听咱的吼，啊妈祖吼，就是咧代表咱讲这个孝的这个代表。咱人呢，这个聚会啊吼，那有今日是这个咱友好吼，咱看咱的感觉讲，哎、欸，真的很感动。吼、哦，咱吼、哦，咱长吼、哦，有咱的师兄带着因妈妈九十几岁啊，啊，伊看到我，你敢知影偌欢喜？为我的手甲扭来讲，哎、欸。梅香师姐，我以前啊，吼，你咧介绍咧远红外线气功床垫是六七年前，哦，才八年啊。我甲你买块远红外线气功床垫，你看我妈妈气气有好无？我讲啊，你妈妈今嘛几岁？伊讲九十二岁啊。哦，我拢梅尊去甲开咧。啊，我妈妈讲哦，像今嘛咧，你甲看咧偌温暖，对不？但是吼、哦，伊讲啊，身体拢无啥物毛病呢。你以前啊，较早八九年前开始咧介绍远红外线气功床垫，我都甲你买啊。啊，阮妈妈，你个看嘛，即马九十二岁，你看身体安尼怎样？咱人吼、哦，我定安尼讲吼，不要钱放在银行啦，吼、哦，人在天堂啊都唔得啦。我看到因妈妈吼、哦，我就感觉讲足欢喜的。为什么？哎，伊讲困即块远红外线气功床垫，因妈妈足少毛病，啊，过安尼吼，耳聪目明，哦，我就感觉讲啊，即块真正万，真正是万灵啊，未歹。吼、哦，那没想呢吼。困十二年较低啊，然后，所以我开始，哦，开始会捌远红外线气功床垫困较紧嘛。我觉得吼、哦，它真的好用，伊个好用就是贯穿你的能量，尤其是咱脚麻手臂的人，足需要这块中风过嘛，足需要这块。佫一项就是啥，你若着癌症过化疗过关啊，即马伫保养身体，你嘛足爱这块，这块真正有好用诶。我看到因九十二岁的老母呢，哦，真正乌聪目明呢，啊，迄面色阁有够好。伊来甲讲吼，远红外线气功床垫，我要让我妈妈睏吼，我妈妈咧学落家得志。这就是好物件，才着爱甲大家吼，再一次的推荐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即卖天气变化无常了，真的变，一天三变。安尼你甲看，咱也是脚未烧啦吼，脚枕头啊买冷机机，脚手冷机机，你甲想，你的血液循环会无好。咱即卖囡仔一寡少年囡仔，三十外岁、四十外岁，都咧讲安尼雄雄安尼偏一下吼。啊，你也看老大人，老大人老囡仔，你甲友好买一块好困。你看这老大人，你安尼甲看，你就讲第一人无病痛，唔免吃花用，你都记得啦。哦，咱孝利这个专家案就是安尼，咱都唔免去请一个来杀一个月两万外，对无？三个月就通买一地啊！我感觉足有价值感的，就是远红外线气功床垫，顾咱的身体，甲顾温度、热度有够，咱就较袂安怎，较袂定定咧感冒啦、伤无啦、伤无咱的身体吼。暗时困会起就充电啦，暗时好困就顶咧充电啦，电啊充饱饱。咱人都无啥物毛病啦吼，所以讲远红外线气功床垫是人来到讲伊甲我讲赞，佮甲我按赞吼，啊所以呢吼，我嘛讲这嘛算等于伫甲大家报介绍身体健康诶，所以这嘛算广告啦吼，甲咱讲一个好物件，爱与好朋友、兄弟姐妹咱的道亲分享。咱若讲要活较久，身体较健康诶，咱家己爱开淡薄仔钱投资咱家己啦吼。投资咱家己，免互遮囝儿是世后壁为咱伫烦恼啦吼。咱要讲即个吼，有时候啦吼，咱诶网络啦吼，咱诶网络伫咱诶即个网站平台内底，伫讲着吼，咱讲一个老大人吼，你甲看伊偌歹命啦吼，啊，人生一个后生尔呢。
生一个后生，啊，孤孤单单，老母无去啊了后，一个后生呢，好不容易呢，娶一个某，生一个查某囝，煞无带无子去有啥，去有车弄死，啊，即马车弄死，咱讲水底无水，要安怎饲鱼啊？这个新妇之后就是安怎，娶到这个查某孙啊，过改嫁。啊，即马一家伙都干生迄个后生，啊，老母也无去啊，吼，啊，咱的新妇吼，佮娶查某孙啊去改嫁啊。虽然伊个讲讲新妇嫁伊无怨叹啦，查某孙啊佮留一寡物件，留一寡钱予伊啦，吼。即个老大人呢，吼，伊食到老啊的时阵吼，伊想讲吼，我家己一个人过日子吼嘛，嘛是真孤单。伊足希望要去找伊遐兄弟姊妹，结果伊有去找无？有啊，他有去找啊。但是找到了兄弟姐妹，没有一个是老的时候呢，吼，得到安详，家里事事，各位伫身躯边较友好诶。伊记着因大兄，吼，因大兄嘛咧讲伊个环境互伊听，讲吼，阮囡仔伫要甲阮送老人安养院啊，吼，小弟啊，你孤单一个，也无某，也无囝呢，吼，啊，新妇哥带查某孙去改嫁啊，新妇嘛有一家爱生活，所以你家己一个人来找我。哦、我这嘛无多收留你呢，因为我嘛念伊两个老伫要红山去老人安养院啊，你甲想看卖？去找因阿兄，因阿兄甲讲要送去老人安养院，去找因大姊小妹，因大姊小妹拢有因家己个环境问题评估，甲看啊看咧，包啊看看咧，去兄弟姊妹坐一连了后，甲尾啊倒转啊，伊个拍算是安怎？既然阮大兄甲阮大嫂都拢要红山去老人安养院啊，安尼我就赶快结束。结束我孤单的生活，我嘛同款对伊来老人安养院上无啦。我也有看到阮阿兄，我也有看到阮阿嫂。安尼呢，大家呢免孤单呢，去躲在一个角落。阿嘛免讲吼，一个人孤孤单单去用送去老人安养院，伊个阿公阿婆做伙送去，也够他互相关照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即马伊个去，安尼拄好两个兄弟啊呢，安尼看送达成行嘛，达成行人达成好命。你来想看卖，我们现在身体不关照自己，如果下场是去老人安养院，吼、哦，我也不要。为什么？咱人也未行啦，人都要改送老人安养院啊。倒啰嗦，人嘛要改送老人安养院啦。你说现在不是年轻人不孝顺，是时机的关系，我们生的太少，那、啊、生的太多。也嘛无一定讲，哎，咱讲三四五个，无一定讲大家囝儿吼，会多多甲你友好。除了你家己身躯有牵挂，也那无呢，可能吼，我那同款会去拄到同款的问题啦，同样的问题。为什么是同样的问题？咱就是身体无用，身体那无用，老大人你个钱甲囥较济，后壁是单红本尔，你也无法多载，你能带去哪里？你天堂都无你用现金。伊咧用的是金纸，金纸是予你一个心理安慰尔咧吼。所以咱就爱安怎，咱嘛是爱家己甲身体顾好啦。吼、哦，过来就唔免去麻烦着囝儿事事，人都袂动不掉落去甲你看安养院看好好，啥物时阵要甲你送的唔知。哦，这种心哦，是真的是很痛。为什么真痛？哎、欸，咱今麦嘛是七十过年吼，特别到啊咧。过年都要搞完吼，你的生命价值放在哪里？七十一岁啊，哦，你的生命给他的对，哦，也是要怎样，也是要琢磨了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没想吼、哦，有一项原力的吼，食母牛、困母牛、大母牛、热母牛吼，既然给热落呀吼，伫诸天必成功，有可能啦。耳聪目明，我唔敢讲话，我都保持偌久了吼、哦。但是以我即马的体力啦，我感觉。佮讲十当的道理，予大家听，应该是没问题啦吼。今晚安平安，福安子安，但明但天但吉运，半聚半舍半心善。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知半愚半圣贤，半人半我半自在。
半信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宿半缠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来，这个半点禅送给清风了吼，希望讲吼，每一个孙儿孙子要以健康为前提，然后即马你讲桃园，桃园拄到啥物问题？吼，啥物问题？咱拢是爱安怎去注意就好。咱要讲的讲吼，人生的价值，当你处在逆境考验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你要家己家家己爱讲啊，讲啥？爱乐观，爱乐观，爱用感恩的心态，要用感恩的心态，爱勇敢来面对这吼，咱讲处境甲困难。多用一点心去成全别人，多用一点耐心去观察自己的心。有缘，吼、哦，咱讲有缘啊，来，吼、哦，来求道，有缘来，吼、哦，咱讲向咱的母娘来学习，向咱的圣母娘娘来学习，向咱的济公活佛来学习，吼、哦，用心去做，唔通沉迷在咱家己的空间内底，努力尽心，爱去了愿。所以咱就讲名利的心啦吼，唔通吼带着这个名利心，你带着名利心呢，就将咱的心是损掉去。吼、哦，咱加减啊做淡薄啊吼好的代志，咱人做人的最后的成果吼、哦、就是你对吼、哦。咱讲先天的愿呐，尽心去圆满，唔免去求别人。先天之愿，尽心去圆满，自然呢吼、哦，咱就讲心甲共。咱常咧讲，啥物叫做生甲共？吼、哦，人做好当然是生啦，要下步嘛是安尼，足自然的。吼、哦，先天的愿就尽心去甲圆满就好。有所成，也是讲因为咱的心，然、哦、后咱有偌济机会，是你爱给你家的机会。吼、哦，咱常讲不用心就没有成长，凡事爱用机心才会当生机圆满。吼、哦，言行举止嘛爱注意。吼、哦，唔通落人个话题啦吼，知识会当填满着咱个心，咱唔通吼凡事吼为咱个心去废去。人讲点燃自己个火呢，吼、哦、发挥无穷个生命，多找人个好处，多看家己个唔是啦吼、哦。所以咱定咧讲，底心下去，才会当真正由内心去体会，成为一个好个标杆。吼、哦，咱人要做人个模范啦吼。哦，所以师父常常这样讲：当你心有清净觉的时阵，吼，你爱甲家己讲，坐灵还需系灵人呐、啊，吼，改灵凡事，吼，改灵人，心中的障碍，咱爱家己去突破，吼，要安怎沟通，吼，啊，有啥物沟通未了的，嘛爱试着去沟通，吼，咱无在去沟通的，嘛是爱去沟通。人生最大的美德就是慈悲啦，吼。但是你讲慈悲为对来的，吼、哦，你流露是安怎去流露你的慈悲？吼、哦，咱好好去善用你的慈悲，但是慈悲爱做对，唔通做唔对。烂慈悲做烂好人，颠倒呢吼、哦，像咱做父母嘛同款，唔通伤性囡仔，你囡仔甲性甲过头的，另一工这囡仔扣角，吼、哦，咱要完成吼众、哦、生的使命，恁囡嘛是你的众生啊，吼、哦。咱讲，咱今日世间人拢是众生，佛菩萨拢甲咱当作众生，母娘甲咱当作灵儿红女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吼，既然人甲咱称为灵儿红女，龙甲凤，龙甲凤都唔是鸡啊甲牛啊呢？你若鸡甲牛是细只的吼，吼、哦、啊凤，龙甲凤，伊甲咱疼惜甲称咱只灵儿红女，甲咱当作龙，当作凤。既然把我们当作良方，就是表示我们这条灵性，如果没有埋没去，我们这条灵性也没有埋没去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怎样飞龙在天，生龙生凤不是困难、啊、所以说修道时时刻刻要发挥良知良能嘛，也就是说上天所赋予的这个本心、哦、
哦，咱就来讲成道是什么？就是要要求真，求得善，求得美嘛。哦，求得善，求得水。哦，心肝爱水，办到才袂功亏一篑啦。吼、哦，咱拄到什么考验，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，用心学道。吼、哦，所以讲一挂脾气毛病，咱家己爱掩盖啦。吼、哦，好好啊努力去创造。所以咱就讲吼，业精于勤，风于喜。先来讲业精于勤，你若有业果的人，你勤修定功啦，勤修定果，必然业都会消除嘛。吼、哦，啊你若荒废爱耍，你就心情舒废于水嘛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拢有伊的因缘，好好去运用、珍惜这因缘，咱就会当人生更加幸福、更加圆满。所以咱唔通惊承担啦吼，啊讲该爱做的人唔通闪避吼，啊该做好多的，咱就尽量甲多好啊好。每一件代志，大家来做拢有压力啦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有责任嘛，你要把它承担，要把它好好的做完，将来成就就是你的。但是咱爱去参悟无爱啊，爱去了解无爱啊。最重要就是讲行行，就是做出来的意思，不在乎生命的长短。用你真挚的情，而这个情怀，活出着生命的光彩嘛。哦，咱讲感动无数的心灵，哦，咱会当安怎做着生命的价值，做一个有生命的价值。像礼拜哦，咱拜六嘛吼，每像今嘛咧教恁做这个香疗法，你一定要精纯，然后去了解这个穴道脉络的对。吼、哦，你唔好凊彩乌白甲讲，七摆乌白甲卡，意思就讲功夫阿要学上手，先不要去拿别人来做试验品，吼、哦，一定功夫要学上手啊，你才通，吼、哦，要让恁毕业，绝对是爱为我的身躯先让恁处理，为什么？我会用我的身躯让恁拍，我会用我的身躯让恁做香疗法，用我的身躯做示范品，就是讲你点得对是对的，穴道是对的。哦，啊！你做甲对是对的，我认可了，我就甲伊讲你出师啊！吼、哦，你会使安怎讲帮助众生？吼、哦，何伊呢？吼、哦，肩胛头啦、颈椎啦、吼、哦，啊是腰椎啦的问题，啊是讲脚麻手臂的问题，你要慢慢来去甲解决。为什么？气不通则痛，气通则不痛。所以咱雷山母娘为什么要教咱这气安怎甲泡通？吼、哦，啊要安怎甲处理？咱人唔是讲啥物代志拢来食药啊呢？吼、哦，食药啊不一定会好。吼、哦，你若一个人定定咧疼头壳，伊个头壳是安怎疼？你爱知影讲伊个头壳为虾米会疼？迄有分作几啊种的。晚上睡不好的人会头痛，过来就是风，风就是咧讲未来风，伊嘛会头疼。啊，这种啊，你爱为对甲处理，对伊个穴道脉络甲处理，这个头壳疼会好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不用去吃药，免去食迄个什么哦，什么咧头壳疼，拄我食落的时阵有效，几点钟后就阁继续疼迄种的，这种的都是拢一定爱拍通的，你甲气甲拍好通，伊头壳疼就好去啊。所以咱讲吼，雷山老庙伊的妙法真济啦吼，啊，唔是干那无灵吼，真济神仙花道吼，或、哦、者是讲吼变作神翁，有时阵呐吼，咱若要做这工课的时阵，你心有甲感染。啊！感染花道神翁，花道神翁会到位无？会，因为我是要救人嘛，我是要做，我要做好代志啊！吼、哦，我咧讲做这个香疗法，我唔是咧讲讲做，要甲你爱偌济钱嘛？我们都是随缘度众，随缘把众生好、哦、的事情处理嘛，这叫做爱的表现。哦，你请变作神翁会来无？会啊！花道神翁会来无？会啊！他会。吼、哦，啊！你请的詹老母，的詹老母会伫你的身躯无？会。所以有时阵吼，咱讲人呢，尽本分去做这样代志，是你做对的代志，就成功嘛，吼、哦，成功立德。啊，咱卖吼贪功，各一项呢吼，未使讲唔对的，你硬要甲做，安尼就有果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贪功，但是做了唔对的有果嘛，安尼就等于啥？安尼功过未当相抵啊。啊，咱就是爱学个精纯。真正有个精纯，你真的可以帮助别人离苦得乐，你就是咧行功立德啊！三千功八百个，足紧就圆满了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无论咱要做啥物，做啥物辛苦的工课，必须啦吼、哦，必须要了解透彻。你了解透彻的时候，你去做辛苦的工课，吼、哦，休假起来，
你爱观赏，然后要处理人的代志，绝对是啥，一定爱先甲这个人，以这个灵先甲讲。吼、哦，你若是有应灵，吼、哦，应灵暂时退开哦，唔好伫伊个身躯哦，因为做香疗法那会伤到，吼、哦、灵的部分，就是伤到啥，阴的灵，因为你用36张香或是72张香，阴的灵伊是挡袂掉的，所以你就爱。你若是有冤亲对待，今仔你是冤亲债主，要让伊艰苦病痛，那今嘛，因为伊来到宫堂啊，所以心性要改处理，所以请你退开。有冤要报冤，有仇要报仇，你要安怎去和解？吼、哦，恁只要伊若求忏悔，你就是爱让伊有和解的机会。你爱先甲讲，爱让伊退开，然后这个肉体是属于家己的，无其他的杂灵，吼、哦，无其他的阴灵。因为咱袂去伤到这灵性，请退开嘛。哦，啊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这是一定的嘛。因果本来就是公平的，因果本来就是公平的嘛。哦，啊，这个公平的因果，咱袂使讲，因为你要甲介入的因果，一直要去甲处理也好，问题安尼断在你的身躯内，伊啥公亲就变死主。所以有足侪人去讲，哦，肩胛头讲热热的，做做的，哎呦，我家己那艰苦坐挂，就是因为他有因果业力。本来就是这个病业现前啊，你因过来啊，你爱甲因，你爱甲这个业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冤亲债主，请甲请去边啊，请你暂时退开，啊，我该做灵疗了后，伊若甲你有恩怨，吼、哦，我会甲讲，然后互伊去求忏悔，吼、哦，互伊去做功德来回向互你，安尼呢，你工作辛苦的人绝对袂伤到你家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定定去做别人的代志，你无甲收尾。会伤到你家己，为什么安尼？哦，所以有个人会讲，唔、嗯、啊，什么代志我拢也唔敢插手镜，我唔敢讲手镜，啊，你也唔敢讲手镜，你修要创啥？你修就是伫要做好事嘛。你修修到有一个组织，修到有一个境界，你就是要替众生解决疑难。啊，疑难就是医生看无效的物件叫疑难，疑难杂症，疑难杂症就是医生吃药没有用。哦、医生必须要怎样，但是也没有用，这种就叫阴病，阴病就跟因果有关系，叫做灵障病。灵障病跟阴障病是绝对同一个气体啦、啊、所以你要怎么处理。所以我们如果是拜六时，你如果要学、哦啊、有在教，那你要学得精纯，真的你懂了才去动手，这样呢对你也比较没挂碍啦、哦啊、所以我们说、哦学道要学精，吼、哦，做事要做明，就是明白，吼、哦，了解，安那咱去做这样代志，咱才对事、对人、对物当中有帮助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调体啊，吼，一个人如果那是讲有动到念头，吼、哦，你先要怎么样去修炼？修炼的时候必须遵守的要点就是静而或动，动而或，吼、哦，咱讲
精而效动，动而灵化。为什么要先精？修炼的起步就是要先学精嘛。为什么要先精？精后边再来动。这吼就是咧讲，安怎叫做算个精？啊，即马都有人爱问啦吼。梅香师姐，你在讲精，还是安怎叫做精？就是你坐落的时阵无梦想，无去想着看哦，我什么代志也未做吼，啊，即马搁咧想啥，搁计划啥，迄、那个头壳内底梦想拢总无。怎样才算是静？也就是说，吼，静的境界究竟是安怎？道家称为静坐，为静功，所以必须要平心静气，呼吸要均匀细长，吼，慢慢的纯净，几乎轻微到进入的感觉，似乎无呼吸的境界，轻轻个安呢？敢那嘛那像无咧喘气，静个安怎？静个那像你困的，但是伊唔是困的。吼、哦，迄就是叫做渺渺明明的境界，就是咱咧讲境界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至道至精，渺渺明明，这金刚没像我讲过。吼、哦，这就叫做真精。如何精呢？吼、哦，伫精中，心中无我，就会无思无闻嘛。心境犹如明月星空，清澈宁静，无染无尘。吼、哦，六神都会统一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讲啊，即嘛静了后呢，叫做自观自净。由静生玄嘛，吼、哦，主观主静，由静生玄，吼、哦，主观主静了后，先来由静生玄，主静主德玄生就灵光出现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运行，你咧灭运，无叫你讲咧穿大盔哦，是乎你感觉默默的在运着，吼、哦，运行这个路线，吼、哦，这个景象由灵台发出的灵光。所以，咱静静甲极静的时候，你的玄光一直发出的一道光，吼、哦，随同照射所经过这个关窍，吼、哦，杂念无生，六神你就统一啦。所以讲，有诶讲啊，静静了后，啊过来是动是安怎叫做动？是爬起来行，是爬起来跳舞，是爬起来拍滚？如何才叫做动？修炼的时阵先清净咱的脑海。无视无听，破行依经，等到有渺渺明明的感觉，分分别别的感觉，迄个时阵，甲电能轻轻的运行到起点，迄个时阵甲开始了，哦，就是迄种后边就是啥？你即卖迄个起点就是以胎源为起点，先轻轻的缩胎源，要等到胎源感到有微微麻麻热热，迄个时阵，就是你的电能有开始咧运行啊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才提音桥。为起点，先轻轻的提音桥，要等到音桥感到轻轻而自然的微微不断的跳动，电能才有开始运行。迄个时阵叫做动，唔是叫你起来跳舞，嘛唔是叫你起来唱歌，唱歌会散去啊。哦，叫你拍滚创啥，迄种的拢总是啥，迄种甲静坐拢无关系。哦，拍滚那就是练你的身躯，所以咱讲性命相修，内性外王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安尼，所以咱讲电有开始咧运行的时阵，后边吼音桥，你有起点，先轻轻的提音桥的时候，那个才叫做动。迄个时阵叫做动气，动气要运周天呐、啊，啊，动气运周天，你有运半周天，啊，运全周天，拢是照你的意念，吼、哦。伫你海底轮，你要甲洗几年，迄拢是你的意念。电灵开始咧运行的时阵。吼、哦，这有一个现象，有接通啊，运行都是有效果的，这才叫做啥动。吼、哦，动不是客讲灵动迄个动哦，不是哦，还是在你静坐当中先静后动，拢伫你静坐的当中。头前面的静静止到静，到你的电能有了，你提音桥了后，才开始运行。你要是运半周的，还是要运全周的，就是用你的意念。迄就是足无用的啊！就你提气的时阵啊，哦，你提气的时阵，迄就叫动，迄才叫做动。那动呢？你后尾要怎去融化？动而能化，化是什么意思？动就是指电能发动运行，化就是指咱的热能运行。你要怎去融化？什么叫融化？融化就是吸收的意思，有去甲吸收去啊！好、哦，运行以后，咱去吸收伊的能量。补充本身的电能，又吸收去啊，安尼才叫做是，才叫做有化，化在你的身躯，所有的提点都是在炼丹，
吼、哦，动力灵化，这就是叫做金丹。每一个人本身拢有啦，吼、哦，只要你会晓化，你就会成仙嘛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咱讲这无啥物神秘啊，只是要讲互咱知，你爱知影讲哦，动不是起来跳舞，不是起来打转，迄种个灵魂的头，人讲头段呐、啊。咱会伫遐咧转吼，转吼，咱讲西吼内骹尾啦，伫遐咧西，伫遐咧转，转到咱迷茫为止。迄种个是叫做基础，是灵修，咱个灵脉已经拍开啊，灵醒了。最基本呢，就是转盘，就是转那个天地灵。吼、哦，你爱甲转好开，吼、哦、转地，转开人个，转开天个，转开了后，你伫西安怎西，正西倒西拢迷茫啊，这是叫做灵学个基础。过来就是讲，会开灵文，会讲灵文，会讲灵语，迄嘛灵学的基础，迄甲单道无关系哦，甲单道没关系哦，吼。啊，咱是安怎讲？咱会练无单，因为咱着急啥？咱着急要甲人会照唱歌，着急要甲人伫迄个所在咧练体。迄个时阵，伊甲单都无关系，甲静坐，吼，甲单拢完全无关系哦。但是伫个你静的头前面是生，头前段是静的，后壁段是运周天转法轮，那是动的，要不是赶快坐伫个你的蒲团顶管哦，它不是起来跳舞哦，那是两回事哦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就是两回事。吸取时的融化，在静坐中合天地，首先你是收胎源，提阴桥，吼、哦，跟咱的灵台，用咱的灵台去想。你唔只有法度得到关窍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将咱今日去变那去合，吼、哦，变那六神统一，吼、哦，同一道理嘛，举一反三呐、啊。修炼的时候，细细去体会，自然会透，你会大彻大悟。你变那去吸出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精华，吼、哦，你今日去练个身体作用，你不要耗神你的元真呢。查甫人甲查甫人拢同款，袂使想吼吼啥吼色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老伤济，你甲你个真元老伤济，你咧坐单嘛坐无啦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动力炼化的真机，一旦吸收，吼、哦，咱讲日精月华，清净，就是咧讲日月精啊，日月清，吼、哦，山水，吼、哦，即个所有灵气，拢是讲一个道理啊。吼、哦，举一反三，修炼的时候要细细体会，自然会你就练悟啦。吼、哦，咱练步的时阵，你想要吸取天地。诶，即所有即能量就是咧暴力的气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运行到某一个关窍，正所知运行经过关窍会感到，吼、哦！你的身躯有种麻麻热热，正所知的昏昏默默，即表示吼、哦，咱已经咧进步的效果啊。所以讲，补着骨髓啊，补着你的精硬啊，吼、哦，补着你的神经，吼、哦，所有即神经硬，吼、哦，硬正所玄关。补脑吼，伫你个骨络，精会当修灵台，吼、哦、补筋肉，即、这个脉吼，精秀肌带运行是法，吼、哦、精秀是融化，吼、哦、不精吼、哦、不精所则不会融化，融化对全身的气脉拢有通，吼、哦、咱讲人要入窍，要安怎运行，吼、哦、这是你爱按部就班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如何入窍？怎么才是入窍？吼、哦、开窍。指一个部位啦，修炼的时阵嘛要通过迄、那个静修，先有静修，你才有法度呢。吼、哦，加这个啥气通丹嘛，你连静都无调静啊，你要安怎有法度炼丹？吼、哦，你炼丹，你静都无调静，你要哪炼丹？所以咱所谓的吼窍、哦、中之窍，譬如一个大西瓜，外面是皮，吼、哦、皮内是肉，肉中藏着许多瓜子。那瓜子的外壳是硬的，硬壳内是仁，吼，内底吼，咱讲咱咧食果子嘛，果子有果子仁啊，仁内底佫有心呢，心的中心有一个小粒，那就是种子，嘛叫做胚胎嘛，叫做胚，吼胚胎，是个小粒种子胚，吼，咱讲果子入土了后，它获得天地电能，就会生萌发芽，抽顶开花结果嘛。哦，这就是小粒种子的胚，啊，这个胚你若无甲破坏去啊，就是咱咧种植，吼、哦，这个胚你无甲破坏去啊，伊就法度个生猛发芽嘛。人体的关窍也是一样啊，伊会当吸出天地电能，发这个新陈代谢作用嘛。
你有新陈代谢的作用，就是窍中窍，天地生活的奥妙。所以修炼的时阵呢，吼，练到入窍，是指真正的窍中之窍。单单到窍，也阁是不会有很大的效果。就这修炼时阵，爱细细去体悟，怎样才是入窍？吼，咱伫修炼入境当中，用意念催动电能，吼，通过静修，吼，通过咱的观窍的中心点。哦，这就是阴窍，是指中心的青蓝色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就讲仙骨在指中心的黄色的小点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在讲玄关在指中心的红色的小点，灵台在指啥中心的白色的小点，所以咱今日呢，吼、哦，咱在讲小脑和地上的十二条龙脉是用小脑吼督脉交接点嘛，所以咱今日呢讲运行要安怎去，吼、哦，咱讲静坐会轻松啦。是真正的在运行点，吼、哦，你运了好势，运行为何要轻疏均匀？均匀，吼、哦，运的时候要轻疏均匀，如何才是轻疏均匀？咱明仔再来讲，吼、哦，因为一次讲太多，也许你还是没办法吸收了，吼、哦，你就无多吸收，一概甲你讲一拖拉裤，你嘛无多吸收，啊，无多吸收，咱就是安怎，豆豆啊分解，等你再。静的时候是怎么才叫静？好、哦，你爱有去了解迄个静，静功是安怎叫做静，你才能够体会到静的功能。好、哦，静了后，体开始要运行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动是伫要搁伫你静坐的后边段，静坐的后半段才是动。调静，然后先调静后再动。迄拢是坐伫你诶蒲团顶悬诶，吼、哦，甲你爬起来跳舞，吼、哦，唱歌、会叫、灵台，迄拢完，吼、哦，伫遐咧唱歌跳舞，迄拢甲迄拢无关系啦，甲炼丹完全无关系，迄是灵修诶某部分诶初级班诶尔吼，所以讲初级班的、哦，我们不要一直存留在初级班，你一直存留在初级班也是不行啦，吼、哦，第一项伤着你家己诶即个细胞，唱伤过久。也老气老了了，所以咱道祖咧讲吼，多言数穷，多言数穷呢，就是一直讲嘛是老气，你的气也老了了。咱人的气脉绝对唔能搞话啦，你搞话，规工拢咧讲话，你都无收气啊。丹田内底无啥物物件，咱的气拢老了了，是因为搞话啦。吼，啊，咱讲平常时啊，尽量。把你的什么尽量把你的嘴拖拉咧，加减啊熟悉化，加减啊吼，伫平常时咧行路嘛好，啊是咧坐车嘛好，创啥，你都该回去练练迄个熟悉化。因为呢，你平常时啊咧坐，底下咧坐的时阵，你嘛咧练功啊啦，吼、哦，你要穿开穿哦惯习，啊惯习，伊就照迄、那个照迄个习惯性咧行，安尼他也是。跟着我们的哈气、哦、在动，啊，你的意念有在动，你的气都在动啊今嘛呢，道德吼、哦，咱的道德章呢吼，咱讲经义啦吼，啊，这正真长啦吼、哦。为什么真长？破木章呢？为什么会那么长？吼、哦，讲合破之木，合破之木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为者败，为者败之，执着失之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着啥？咱隐喻啦，吼，咧隐喻合破，吼，咱讲合破的木，吼，咧隐喻就是咧讲到吼，咱迷乱之意合破之木，
随行于天下，大玉垂魂，九层之大，随高出重霄，接于成道，千里之行，虽涉水登山，多经时日，然合浦之势，挥起一日，其生生之机嘛，就是咧讲到这个毫末，末就是末啦，尾啊，九层之冠，飞升于一时，其为大之势，就是咧讲到咱人呢，万丈高楼也是爱将地起啊，咱万丈高楼嘛爱将地起，下面咱阁会当吼挖两层、三层，吼，是安怎？挖两层、三层去做停车场。人讲万丈高楼将地起，像咱即马，咱台湾就起这个啥101嘛，吼、哦，它要垒土嘛，哎呀，吼、哦，咱咧即马做地下道，吼、哦，地下的这个啥，吼、哦，咱干线内底有迄、那个。有迄个地下道无？有啊，地下道内底会使做火车行的路无？会啊。啊，千里的远，你会使弄过崩坑，弄过海底无？会啊。吼、哦，是安怎讲？你若去中国大陆，咱为海底过呢？咱做迄个海底的这个通路，直接安尼过，对海面过。但是咱是行伫下面，顶悬是海，顶悬是海呢。所以跟你讲，千里之远，飞行于，吼、哦。人讲发卡之初，就是咧讲到初始足下，你有想要创啥，拢是爱有想法嘛。有想法，你才有开始嘛。有想法，你才有开始。所以咱要起厝，就爱为啥？为土内底，你按算地下是要起几楼？你顶管要起几楼？你地基就爱拍偌济嘛。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咧甲你讲，人来到这個世间，先话会有危害。今日咱要起厝。你要起十层楼、二十层楼，你个地基若拍无好，伊就有危害啊！吼、哦，咱爱想较远嘞，做爱做较远嘞。将之不盈之日，果有为，将必败。就是像咱人安尼，偷工减料，吼、哦，偷工减料就是败啊。到尾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你去用这个海沙，吼、哦，来起厝，有一天呢，你就会败。积者实者，就是一定的啊。所以甲恁讲，是以圣人不为。故无败无失，故无失民之师，相继成之败，心中如是，即无败师。吼、哦，这呢，咱来讲，足简单呢，甲做一个解说。合睦，吼、哦，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大，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，修于足下。合坡就是咧讲到啥，小小的种子，它也会渐渐的成长。九层的高台，伊嘛是同款，吼、哦，为土石啊，慢慢的去用起来，千里的路程对咱的眼下，就是咱你的起步的头一个嘛。你起步的头一下，我想要去哪里？啊无咧，无你甲讲咱的东山庄去求经，吼、哦，行丝路，吼、哦，去到遐去到遐尼远的所在，伊若无讲起步属于脚下，你想要到达，还是你的起步开始嘛？到中达，对不？刚因为道理啊。你要去求经，吼！你要去取经，你要去拄到偌济困难，吼！啊，拄到偌济困难，但是你有去考虑到困难无？有拄到遐妖魔鬼怪，咱有去看，吼！东山庄取经，内底有足济张，什么蜘蛛精，什么精，什么精，吼！那是一个过程，他在讲的是我们的内在的过程，我们遇到的困难，你会不会因为困难而，吼，产生退志？所以讲，千里的路程。在你的眼前的卡下，起诉你到达吗？哦，例如刚才讲三东三中出经同款的意思。哦，同样的道理，会使去甲推知嘛？事件的发生，哦，一拄开始，也是由微小所在所发生的。不要因为它小就不在乎。啊，因为这犯小过这无要紧。啊，因为这个头一撮啊讲减一撮啊了无要紧。有一天呢，这个老厝。哦，在旱的时阵吼，地动的时阵，不堪一击的时阵，你不要小忽略它，你忽略微小之处，你感觉无啥，应该袂安怎，这是你的想法。哦，你忽视了不在乎的心态，恐怕就将来乱象发生最主要的因素。所以，甲你讲，为败者一者失之，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，无执故无信嘛。哦，越是刻意求好，哦，越容易失败。越是执着挂碍，越容易失去嘛。所以圣人处事虽然尽力而为，却是以无为之心而为之。吼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无所谓的成败。
是伊无执着的心，吼、哦，咱去执着嘛。所以讲，得也好，失也好，无所谓的得失，吼、哦，是安怎讲无所谓的得失，吼、哦，咱愈在意的代志，反倒当做袂好势，因为挂碍的情绪已经先压迫着咱家己啊，所以互咱的情绪乱去啊，使咱家己紧张不安啊。这种的处理代志，反倒当呢，你的智慧袂生，你的智慧生袂出来。吼、哦，会当完全运用出来，但是嘛是遭受欠缺甲遗憾。吼、哦，咱今日呢讲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这个章节啊，讲明知将事相相继于行而败之，心中如是，则无败事。吼、哦，伊要讲的这個，是安怎讲伊会安尼讲。吼、哦，咱讲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好，合不合乎众人之所故？吼、哦，以破万物之自然。哦，这就是后边，哦，咱六十四章要收尾了吼。但是呢，咱今日收尾嘛，收尾未完，所以咱就讲，咱六十四章呢，讲到这，吼、哦，讲到这呢，后边咱才有法度收尾了吼。因为今日的时间无够咱收尾，啊，无够咱收尾，咱总未使讲啊，简单个带过，简单个带过呢，那我们的《道德经》呢，吼，就等于呢，吼，没有真正的。吼、哦，咱讲，互咱去动着头壳，吼、哦、啊，讲了伤过头简单简洁，马上就去甲啥，去甲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嘛唔对了吼、哦，这样也是错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把时间，吼、哦，要有到一个程度能够修缘，我们再来做了吼、哦。所以咱听讲看，咱人来到这世间，你爱看淡世事沧桑，才会当自安无恙。人生呢，行的脚步，那是沉重会忝。咱爱让咱的脚步放慢，如果那是疼，咱就要休一下，休一下，吼、哦，要放下负担，更要吼、哦、释放吼、哦、咱的重负莫强求，吼、哦、有寡代志呢，即使你竭尽全力，也未能吼、哦、如愿以偿呢，吼、哦、你付出全部也未必能成功，一辈子不长，哦、放下执念，负累才能风清日朗。但看世事沧桑，才能自安无恙。这是属实的代志呀。咱人拢是啥？看了伤重，心好伤重。好、哦，咱要哪去悠游自在？好、哦，咱今日去讲在内心内底面，外内底面，咱所摄取的是啥？好、哦，咱无所求而无所得啊，无所求而自得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要有那种身心，你该忘的要忘掉。哦、你才能够如沐清风、哦、淡看世事沧桑才会当自安无恙，这是属实的代志啦吼。所以咱必生讲呢吼，啊，咱的这个香品啦、香油款、素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莲灯，吼、哦，咱也是讲有咧用啦吼，虫草王山高宝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咱平常时啊，吼、哦，咱要做一个调用，是女性专用的金家人。好，女性专用就是咧讲啥？咱上惊是经年期障碍，然后啊，所以女性专用的金家人，你试看看。好，过来就是啥？啊，咱的这个虫草王，哦，咱今嘛这个樟脂王，牛樟脂的萃取物，就是讲用浓缩几啊十倍浓缩，伊有法度炼到清诶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甲甘伫咧嘴内底，伊会当防很多的东西。所以咱即嘛吼，一寡较紧张的吼，较紧张的就是讲吼，啊，较有这个疫情的时阵，咱个甘牛樟汁也用甘的萃取物，吼、哦，它就超浓缩的萃取物，伊一盒内底有两罐，吼、哦，一盒内底有两罐，啊，都听我甘足久的，啊，一盒3000块，但是可以防护啦吼、哦，像即嘛因咧讲的讲吼，即戴口罩时，这种得戴一种安全，是要戴口罩没错，但是口罩的铸造商是不是有用到医疗级？是不是能够挡得住？那就要看咱家己啊！吼，平常时啊，较接洗手嘞，吼，平常时啊，该挂咱敢挂，较规矩嘞，吼，安尼呢都无代志啊！吼，过来就是讲，你要防范，然后咱牛樟芝的感袂歹的吼。虽然呢，吼，咱的平常时啊，好那挂口罩，甲淡两粒牛樟芝类。也是很好的防护作用，然后啊，咱平常时要勤洗手是很重要的，然后那今天的这种算功课，咱老师要服务免客气，加上
慈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-045，外关区的道亲人给05感恩。那节目呢，咱就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那是谁的声音在那金顶之上？那是谁的光芒照耀四面四方？那是谁的慈悲无形大地回响？那是谁的夙愿千年无法阻挡？想